因为人脈、計畫、財力全部攏影響著，所以這個
中一点吼，麻烦伫内咱个市场会当带咱伫咱个台市弘扬保义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所以吼，咱个台语我甲诶推广吼，一定是重点。好，这边吼，我个生活内底有上侪吼，不可思议个讲吼，台语是真如何发展个，你讲对不对？对。我再讲吼，咱个主管吼，买一点咱台语个吼，因为咱台语我感觉有咧成长嘛。所以主要还是要请教嘛，我交会哦，一定哦，会全力来支持。